Walking to the moon， 放不下的理由，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？ Walking on the roof， 为心跳的节奏，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？说不完的话，找不完的借口，是不是会狠心？